好了，我们现在又加足马力出发了。看看我们这个拖挂房车就是方便，开着前车就跑了，因为这个地方离城里有6公里的距离。那他们自行式房车可能要出去买菜不是很方便。你看这车扔垃圾，看到没？文明行为啊，这个鄙视。所以很多小伙伴说，你看这个房车不好，房车总扔垃圾。房车它肯定有扔垃圾的，但也肯定有这个文明的不乱扔垃圾的。那你说私家车是不是？你刚才看到了，肯定也有扔垃圾的，啊，肯定也有素质高不乱扔垃圾的。那也就是什么呢？这个人吃五谷杂粮啊，受的教育不同啊，这个成长的环境不同啊，造就了素质的不同啊。全民素质提高是每一个人的责任吧？先把自身素质提高起来，慢慢的就好了。哎，这有香辣鸡架，一会儿买一个，换一家尝尝好吧？嗯。你看这里就是个菜场哎，来转转。哇，这里还有熟食。呀，这儿卖海鲜呢，你看，哎，这个菜场挺好的，走一圈，视察一下。快说，你们两个小家伙吃什么海鲜？我吃腻了，我吃腻了都。妈，海鲜都吃腻了。我也没看到啥好吃的，姐。买条鱼吃吧，怎么样？好久没吃鱼了。挑一挑吧，看看哪条新鲜一些。哇，这个鱼这么凶呢。你就感觉这条鱼好像新鲜一些，还挺大的，啾，一盘了，来一条。那肉怎么卖的？肉20。那肉咋真贵了嘞？这是笨猪肉，这好吃，这么。这骨头嘞？这16。这哪能看出笨猪肉嘞？你俩嘴，你看看。哇，这肥啊！在外边这个肉贵。你少来一条。来多少？来1斤。多来点吧，冲不加的活。这是五花吗？嗯，肥肉。挺肥的，这个好吃，你吃吧。他说是笨猪肉，20嘞。让你好吃，让你吃。笨猪肉，嗯，是什么猪？就是些土豆肉。妈，你这个刀切的，你刀不快是吧？兔子油，这你转的是。你帮我把皮削下来。带着皮吃这个好吃，这32.8，20一斤啊？嗯嗯，342吧，一三四二吧哈。这是几场的呀？老特。这怎么卖的？这个？这个4块钱一斤。4块钱一斤，这一瓶几斤呢？这瓶3斤，哦，来一瓶，3斤14，瓶2块钱。下把你拿瓶来就12了。哦，行，没事啊。行，提前告我一声呗，完了一叫放完了，你知道你怎么不告我瓶1块钱？有的那啥，是不告的，先那啥。人家嫌你后加钱。啊，那后加钱加2块钱。当提前告我一声。这是几只5的补剩的呢？这是5斤，这是3斤。啊，3斤啊。哎，劳特是哪个厂？没喝过老特吗？没有啊，我看他们好多卖的，他们说有青岛2厂的是吧？还有4厂。劳特是4厂。啊，劳特属于4厂啊。哦，你回尝这劳特咋样？嗯，肯定冰的呀，它这怎么冰的呢？保温呗，就是。这个里头打这里制冷。哦，打进去的是吧？嗯。我看他们这里放出来也挺冷的，好像。他们放的刚那啥，刚那个当天我们取回来都冷，哦，都凉，过一天了它就不凉了。哦，就得打冷是吧？我们这个买回来的直接它地方直接就打这几日鲜呢？这是保质期几天呢？你说哪个？就这个一桶了吗？三天。三天完了，哦，卖不没完了，它就退回去。啊，还回收？嗯，那挺好。退回去。昨天完了，我们这3天，我们那没有退回去，我们直接就打这里了。哦，好，哦，那又有扎皮喝。啊，走了儿子，又买了40块钱肉，我感觉这肉少了，肉多买点去。大饮料给你拿着，哎呀，啤酒带着。小份15，来份小份的吧。单个捡的。因为它有肺，脖子上有淋巴结，你都得把它去了，你不剪的话没法去。嗯，第一次是吧？嗯，是吧？嗯。我在这卖4年了。不知道好不好吃。就去吃吧。晚上你要是喝小酒的话。就是喝扎啤的吗？对。我尝一小块，看看味道怎么样。哎呀，这太大了。你可以从这里面拿。小小一点，哎，好，谢谢。这么大一块，我是不是还得喝着酒？这家给我尝过，尝着那一块。
它这个就是卤出来的，煮了一下，卤味不是很重，香叶没少放，微辣。买什么彩票？小孩老买什么彩票？走了，下一个地方，去超市了，快走，骑个车车。走了，这个买点，这个好放啊，整冰棍冰啥的不好化，化了还不好弄，这玩意儿你就本身就化了也行是吧？对，哎，今天有芹菜了，多买点芹菜吧，好吧，我少买点。这还少啊！来两把生菜，蒜苔要吧？要。哇，蒜苔好香，有点老哎，这个还行。嗯，生菜、蒜苔，多买点。大辣椒买点。对，挑你喜欢的吃。我挑吧。啥挑不来？嗯，这个衣服，拿定住。好了，来儿子，我先喝一下，爽一下。啊，你不喝的对，这么大点。哎，哎呦，你臭小子，我帮你尝尝有毒没毒，有没有毒？哇，味道真不错，想吃自己拿啊，来一只，来一只，要下面的大个的。哎呀，好了，不要别的了，46.7，46啊，又买了一只鸡。今天晚上我们是烧鸡配啤酒，妥妥的。把外面这么凉快啊啊，真舒服，买个小烧鸡儿。下来吧，儿子，上车。谢谢烧鸡儿，你放我这干啥？咱去买彩票。买啥儿子？彩票和烟花。我看你长得像彩票像烟花，回家。我就知道我长得这小子每天还要过来买张彩票。开着车我告诉我说你看左面我看右面，看着我就没告诉他，结果他自己还是看到了。你看5块钱没了吧，走了，自己拿回去留个纪念。又是啥纪念？不要。好了，可以了，昨天你都中了，还能怎么种啊？嗯，走了，买个西瓜去。28.7。对，走了儿子，骑着就行，骑着行啊。好嘞，西瓜也买完了，走吧。好了，走了，回家了。烟花，我给你唱首烟花吧。烟花，烟花，三月天。